是吗？他们说什么啊？那个他们问你喜不喜欢白大哥？肯定喜欢噻，白大哥那么他那么好的人，肯定喜欢噻。好了，爸爸已经回答完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这个问题你们都不用问，他非常喜欢白大哥的。50、62，对，62，对，62，对的，对的，哥哥姐叔阿姨们，我是60年嘞，爸爸62岁了哈，62岁了，60年嘞，62了吧？那对对对，师傅，你有几个兄弟啊？家人们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是三姊妹，我是排行老二，我还有一个哥哥，还有一个弟弟。然后我弟弟的话还在上学，哥哥的话已经成家了，然后也娶了媳妇儿了，还有我有就是侄子侄女这些都有了哈。然后爸爸的话已经62岁了。我觉得就是说爸爸就是说你以前跟我们三个读书的时候，哎，那时候谈谈爸爸的经历好不好，哥哥姐姐们，给看一下爸爸这一路，就是说谈一下爸爸以前是做什么的，干什么的，这些好不好？白大哥做这个问题的话后面再问哈，因为我现在让问我也确实不好意思，妈妈怎么没出来，妈妈的话她又去她上班那里了哈，哥哥姐呢？那个以前爸跟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他是特别是我弟现在还在上学，所以说爸爸他必须得出来，就是说得挣钱呀这种，因为我大家都知道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知道我弟弟在哪儿读书吗？有没有人知道我弟弟在哪儿读书的？因为这个问题以前我好像问过哈，笑了真好看，谢谢谢谢。哇塞，以前的话我给家人们讲哈，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三个同时一起上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嘛，然后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家里面就我跟弟弟哥哥，我们三个人一起，然后家里还养的有猪，然后那时候是我还比较小，我弟也比较小，我哥担起了家里的那种。哥又要每天又要上学，还要割猪草的时候呢，我跟哥哥一起去割猪草，然后喂猪的时候早上都是我哥哥来喂。谢谢谢谢。对，我妈是种地。反正那时候算了，这个话题不说了，我害怕待会儿直播间会那个不能去讲的，因为以前太真的很不容易。爸爸有几兄妹？爸爸，他们问你有几兄妹？我们是六姊妹的。六兄妹。啊，六兄妹。六兄妹，我那个时代就是条件不好，我们当地路里面的啥子水都是过背的吃，砍柴的烧火，那个烧那个煮饭都是烧那个柴火的烧。没有电哈，那时候。没有电，没有水。那个爸爸，那个就是小时候，那个奶奶是生了多少个？然后有，现在只有5个了，5个在了，我知道。我妈妈生了，好像，我看10个。10个。啊，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，真的，我都没问过爸爸。我的上头去世了10个，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就是。六姊妹，6个，六兄妹，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最小的就是他走了。然后现在还有5个，我爸还有5个，姊妹。这个不要讲了啊！他们说那，然后爸爸这一路上还是真的，哎呀，还是挺不容易的。你们能听得到爸爸说的吗？以前本来是我奶奶生了10个的，生了10个，然后现在他们还有5个在的，5个还在，因为那时候爸爸是老大了，然后上面的都已经那个了，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住在那个山顶嘛，就是吃的也不行，穿的更不要说了，能解决温饱都算一个很奢侈的问题了，在那个以前他们那个年代。然后再一点是那个年代的时候呢，
就是如果是万一生个小什么病啊，然后感个冒啊，根本都没办法去那个医院的，那种医疗条件不好嘛，以前。对对。所以说是还是很不容易的。对对。咱们现在白大哥不在哈，不在，我想问一个爸爸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我该不该问？你们觉得我该问吗？白大哥呢？白大哥在外面洗刷刷洗刷刷，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对对，问，弟弟在哪上学？弟弟在那个成都那边了。白大哥在洗澡，他说等会下来，他说等会下来。问啊，哎，我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问，我的天哪，我想问又感觉说不出口。啊，为什么嘛？啊，可以问。哦，可以问。你现在看到了？看到了。问。嗯。你这个字认识了哈？可以问。他看到了问字和可以，因为他竟然看电视偶尔认识一个字两个字。因为现在白大哥不在嘛，我不知道这样问好不好。我读书多人三年级那时候不认识字，就是条件不好，现在就认不得不认识字。爸，你问问他在哪？成都哪所大学啊？这个可以说不？他在那个，等一下啊，我先问一下那个，我待会儿给他讲。哎呀，好纠结啊！我的天哪，好纠结，好纠结。我又怕，我又想问，但是我又害怕问，我怎么可以这么纠结呢？我怎么可以这么纠结？算了吧，我算了，我不问了，我怕爸爸误会了，还是不问了。哇，那有什么？哦，我以为我后面那儿，你看，哥姐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上面那个山上那个，对，这个对。不问了，我怕待会儿我爸想多了，我怕待会儿他想多了，想多了的不好。今天不卖货了吗？卖货的话，这个卖不卖都可以的。主要我想问关于白大哥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他又不在，我又害怕问了之后呢，我爸又多想了之后呢，他又跟我妈说，然后我妈和我爸又各种，哎呀，想来想去还是算了。卖的什么货？也不是什么货，哎，算了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都还有一个问题存在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。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，真的，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跟大家去讲过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们知道不？哎呀，我怕白大哥心里不舒服，如果不说的话，这个事情在我们家里面是一直存在的。你应该学着卖货，我加油努力吧。哦不，这个怎么了？这个怎么了？怎么变成像一个鬼一样的了？这个怎么突然美颜了？我没有开美颜的呀。这怎么了？等一下啊，你看。爸爸，这什么啦？成了什么？这我不知道。对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感觉是不是我变了一个人？卡啦卡啦，好恐怖！我上去吧，干脆上去了。这么上去吗？等一下啊，爸爸。这怎么了？美颜开了。哇，不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？他突然变成这样的。
好像多了吧。那我们干脆上去了，爸爸，我们干脆上去吧。干嘛？干嘛？不是妈妈不同意。哎呦，哥姐们，那个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关系原因，所以说没办法改变了，你们就只能这样将就的看。但是感觉我现在变了个人一样，不是那个滤镜的原因，我也没开滤镜，关系原因。美颜关了，关了的，关了的。家人们，那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。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哥哥姐是刷音的，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爸，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的，你看一下，你仔细的看一下。眼睛不得行，眼睛就看电视、挖电视、挖多了。哎呀！你的这是啥时候给眼睛挖电牛？这几天爸爸他老是待在家里面，所以一直就看手机看电视，这几天对就有点恼火。对，是不是你亲爸吗？是的是的，是我亲爸爸。是啊，是亲爸爸。对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我们家那个鼻子都有点遗传哈，都鼻头很大。那个家人们，我想问你们一个关于白大哥的问题。可以，你们不介意我问你们的话，你们就打一个问字，如果介意的话就打个不问哈。因为我觉得还是得遵循哥哥姐叔叔阿姨们的意见，不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那我也就感觉有点没礼貌。我爷爷的鼻子的话比我们很好，比我们还好看。问。那眼睛卡旧了就不得行。爸爸，你先过去一下。啊。你先过去一下。好吗？对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这样问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叔，你本就直来直去的人，对我的性格其实是很直的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的时候呢，我想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有点纠结吧。我觉得我现在慢慢变成有点纠结的人，我感觉我以前都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觉得？这样吧，我问大家，各位姐妹，你们觉得白大哥，你们觉得那个白大哥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白大哥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想看一下，大家对白大哥的看法。和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？你们把你们所有人的想法都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十五会一个一字一句的去看的。你们是怎么看待的？靠谱，很好。我本来想当着你们的问爸爸这个问题的，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们，哥哥姐们，是这样的。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爸，我们先上去吧，看白大哥下来没有。我爸怎么上去了？我没说什么，你怎么在那儿偷偷看我呢？我爸躲在那里，他这样听的，
然后这样看着我的，他可能在想，哎，我这个女儿她在说什么，她为什么非让我转移走开呢？我得好好看一下她到底在说什么。那我去问爸爸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呢？各位姐妹，我去问爸爸这个问题哈。等一下啊，我把我跟你们讲啊，爸爸的话，我那天妈妈自从跟他说了一些话之后，我都感觉他都有点顾虑在这边了。其实作为妈妈的角度上，我很能理解妈妈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些东西。天天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们讲哈，现在白大哥今天给我讲了一些事情嘛哈，今天给我讲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我都没想过他居然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有没有谱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底，我都不知道。结果他已经做了，你们知道他做什么吗？最近你们都能看得见的，你们都能看得见。我想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应该也都知道哈，也都知道。哇，这个公屏弹得太快了，刚。你们最近应该都看到了的，白大哥他每天做的事情你们都有看到了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个东西我连自己都感觉谱不是100%的问题，他就已经在前脚为我铺这个路了。说句实话，我心里面感觉压力挺大。是不是买房子了？不是的，房子本来他就有的。为的是博流量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有的人，还有的人谈，7年8年的都有。有时候呢，家们，你们可以把我们当成你们的孩子一样的去看待，自然而然你们就能理解。这是下面的院子哈，下面的院子，这个是拿来谈事情啊的时候，客人来的时候都会到这边来。我好像，你要说什么？这个我已经加门，我已经说了，就是你们都能应该能看得到的。你们最近不是都在天天看十五和白大哥直播吗？然后你们都能看得到的哈，这个问题，你们都能看得到的。我先上上面的院子，再给大家讲哈，因为我现在在这下边的院子里，这个房子分三层啊，那下面是一层、二层，现在是那层上面是三层，有三个院子啊。这个房子倒是很大，你们没事都可以过来玩，哥哥姐们。我感觉现在压力很大的，你们说我保守，然后怎么怎么的。其实，如果你们的女儿怎么样，你们应该也能理解吧。哎呀，这个太阳感应灯走到这儿就自然出来了。走到这上面来了，白大哥，洗完澡没有？家人们都在等你了。白大哥，我带你们去找他怎么样？哥姐、叔叔、阿姨们。不是不同意，也不是不同意，叔讲话不干脆。
不是不干脆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是有些话在心中难以说出来，有顾虑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以前是个很干脆、很直接的人，但是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慢慢的，我现在我感觉我变了个人似的，我觉得，看来。我带你们去找他怎么样？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儿白大哥来了，我让他，我对呀、啊，因为白大哥非常优秀的。我带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带你们去楼上哈，去楼上没关系吧？应该洗完澡了吧？这过去多少分钟了？过去20多分钟了，怎么都得洗完澡了。他平时就是我感觉他弄什么都弄得很快的，应该洗完澡了。我带大家上楼去找他。十五很喜欢你，谢谢谢谢。十五，白大哥为什么不露面？过段时间就会露面了。因为他现在手里还有一个项目在做，把那个弄完，因为还有其他合作伙伴嘛，先负责任的把那个东西弄完，他就可以给大家露面了。白大哥，他住那3楼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住那楼上。住那个楼3楼，就住那个房间。然后爸爸住着你，然后我也住在爸爸对面。爸爸在这边，妈妈在那个。